帅哥，这次还是要30是吧？还要30啊？哎，好嘞，你这次能称高一点啊？我说、啊哎，那你放心，我称称你放心。哎，不是，你把我弄满地都是，你帮我捡捡。哪有啊？没有，小伙子是吧？你哎，吃不怕你浪费可耻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上次我回去我一交秤，然后那个叉了俩啊。哎，不会，怎么会叉了俩？哎，好了，算了，你喝够了，哎，够了，好。哎呀，我的小伙子做点生意这么精呢，买家永远他没卖家精，你说？哎，你呀、啊，你太抠门，老板，我跟你讲。这么精的帅哥，你说这点生意啊？30啊！哎，30，好，还差一个。哎，好。哎，来，给你100了。又没零钱呢？真没有零钱，我不是来故意难为你。老难为我们这人干啥的？啊？那我不是有意的，来，五十十。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看你一下啊。哎呦！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利索呢？手滑了。嗯。这是我的吗？哎，对。好嘞，谢谢你老板。好，慢点，吃好再来哈。好，哎，好嘞。